候的鱼呢，起伏度就是在2块钱，2块钱一次往上涨，好吧？那我们先来第一次，黄色鲳，现在是30元一斤，有没有举牌的？让我看到，来，黄色鲳。头一把麦揸盘，一共头一把麦啊，嗰啲都得咁200斤斤重啊，300，收尾一斤系拍价啦。嗰条捞蛋啊，偷鱼啊，100几又缩又紧啊，380一斤。哎，刚好唔知第六，未开，唔系啊，两安住咗。扣一把麦，揸盘一共扣一把麦啊！古天都得咁靓。